假设 A 向量是负一二， B 向量呢是负一负二。如果三倍的，好，括号 U 向量加 A 向量减二 B 向量，会等于二 U 向量减 A 向量再加 B 向量。那么 U 向量为何？好，那我们把题目给我们的关系式来做一个化解，因为我们的左边、右边都有 U、A、B 这三个向量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化解，让它只出现一次。好，这边呢，左边呢，我们把它乘开，三倍的 U 向量加上三倍的 A 向量，减掉六倍的 B 向量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把 U 向量这边呢，移项也通通移项过来好了，减掉两倍的 U 向量，加 A 向量，减 B 向量，最后呢会等于零。好，那这边呢，三个 U 减掉两个 U。好，这是因为它都是向量，所以这边呢会是零向量。好，三个 U 减掉两个 U 呢，所以是 U 向量。再来三 A 加一个 A 呢，所以加四 A 向量。再来减六 B 向，再减一个 B 向量，所以是减七个 B 向量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呢把它移向一下， U 向量就会等于负四 A 向量呢，再加上七个 B 向量。那题目有告诉我们 A 向量是负二一，所以我们把它带进去。那还有 B 向量呢是负一负二，我们也把它带进来。好，所以 X 分量的地方，这边负二四乘负二，所以八。那这边呢七跟负一，所以是负七，八加上负七，所以是等于一。而 Y 分量呢，负四乘一是负四。那这里呢7乘以负2是负14，负4负14，所以是负18，所以我们的答案是1负18，所以是选 A。